right. Then it's my great pleasure to introduce Toni to you. She's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which is kind of feels to me like a Black Mirror episode coming to life. So I'm slightly nervous and really curious what we're going to learn today. So please give a huge warm round of applause and welcome Toni. So good morning, everyone. 大家好. Going into my talk, I'm just going to be presenting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streams for everyone who doesn't speak English. So 我们这儿有中文翻译。 如果要听那个谈论，请用Mumble APP. 谢谢 Betty 和 Guiyan. So because today's talk is about China, we figured. 因为今天的 讲解是关于中国的所有中文翻译。今天的讲解是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因为在西方媒体以内，这个社会信用体系有很多的讲解呀，但是我现在还想讲解更好。 我先自我介绍，我是经济学家，不管关于钱，主要是也看政治科学的事儿。现在一些关于我的私事。 我是学习数学、经济学，并且社会科学在波鸿。我曾经在2018年在中国度过，并且获取到了政府的奖学金，并且我去到一个比较好的大学，并且问到你认为这个系统怎么样？ 并且大部分的人并不知道这些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这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在西方社会，这个话题并将受到热烈的讨论。但是在中国大陆，大部分的人民并对此一无所知。在我的自由时间里面，我 总是做社会的数据消息，并且做Python的分析。我了解到，从这方面的观点，从大数据分析的方面来看，他们其实并没有使用经济机器的学习。如果你来做这个的话，你会获得50分，或者如果你做到这件事情，你会获得其他50分。 如果你想要 了解我的话，你可以使用 Twitter， 或者你可以使用其他的邮件信息，或者用我的商业邮件信息。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的话，或者想要了解其他更多的信息，可以给我写邮件。人家怎么看到社会信用体系呢？ 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是有不同的想法，在西方呢，我们西方媒体认为看到的是一个很奥威尔监控的一个系统，这个图案呢，这个人的背啊很歪，很小气人家的，在中国呢，人家感觉到很开放啊，很享受啊，大家都相信啊，
这个生活会更好。完了，中国人呢也相信这事儿。中国人相信，这个系统会把生活能活得更好。这个新的体系和系统会把生活弄得更好。对，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引言。中国想要做的其实是选择性的培养非独立思考和辩证分析的公民，这可能不是他一开始的目的，但是我的确认为这仅是他的初始计划，但是这也将培养仅服从规则的公民，并且培养仅服从规则的子女，而并非成为成功的子女。这大概就是他们基础的想法。如果你生活在这个试点城市当中，将会发生的是你的子女将不能够想要进入的学校，可能会被限制出行进入高铁或者飞机，你可能会受到预订酒店的限制，这就是你将要获得的惩罚。中国政府认为这将会成为一定的不同，这个想法是为了一部分的去改变这种社会的服务制度。他们认为这种系统并不是有很多新的数据进入，但是我们所要使用的是我们将要收集所有现有的数据，将每个人的计划根据你的 ID 记，每当你出生的时候你将会获得一个身份证号。但是我们在德国并没有这样的相似的想法，但你的身份证号将会作为你一切的行政的档案。现在你需要用你的身份证号去获取一个新的银行账号，会获得一个新的手机，一切都将进行实名制，所有你的网络活动，一切跟你一切手机有关的东西将会和你的身份证号进行绑定，一切事情都会进行实名制，并且与身份证号进行绑定。如果我们走到1990年的时候，有一种新的制度，两种，一个是黑名单，一个是他们大几乎趋于给予罚款，并且让你们进行道歉赔款。例如，如果你的公司食品安全没有得到行业标准，你将要赔罚款，并且要公开公布你的道歉信，并且说明你不会再有相同的事件出生。如果有相似案例发生的话，你将会被列入黑名单。如果你借了进行贷款，并且没有在3个月之内还信用贷款，你将会被列入信用黑名单。如果你被列入信用黑名单的话，那么你的身份证会被列入档案，你不可以乘坐高铁，不可以坐飞机，你的子女不能够进入好的公共学校，也不可以进入私立的学校，你的子女可能不能够上好的大学，所有的这种事情都会发生，并且有一个公司的数据库，中国信用，这个和公开黑名单是有相似的系统，并且有一个中国中央银行的一个信用信访像书法一样的一个信用评质系统，用于供个人的信用体系。有很多中国公民并不在这个市场经济体系当中，他们其实并没有信用体系，他们使用现金借贷系款，他们没有贷款，没有流动资金，因为他们生活在农村当中，他们自己建立自己盖自己的房子，他们的房子并没有真正的列入土籍册，因为你
并没有获得真正自己的土地，而是政府给予你土地的使用权。我认为最新的数据我获得的是，成年公民成为了这个在这个系统当中，并且获取进入银行的获取信口，因为银行只会给贷款给那些人，他们有高信用的人，那些会还贷款的人。但是基本的想法是，中国的想法会被信用的破坏者，有时候你会有五个不同的组，有时候你会有两个不同的组，但是你在这个体系之上，你将会获得更好的信用评分，在这个线条之下，你将会获得不好的信用评分。这个屏幕可以看到上面哪些数据进去这个社会信用体系，最后比如说你交不交税，你的电呀、水呀，交不交这钱，交的准不准，你犯法过没有，你有没有坐过火车没有卡就坐了，你的微信怎么用啊，你微信上有没有朋友说不好的事儿？这不好的事儿呢，不是必须是诚实不诚实的事儿，就是说你说党不好的事儿呢，这就是一个不好的数据。最后呢，出来一个数字，一个你的体系好呢，你就可以拿到奖励；不好呢，就会受到惩罚。比如说，你要是不允许用阿里巴巴，你不可以进入高铁或者乘坐飞机，你不能够申请签证，并且你的保险的优惠政策将会无效，这将会成为一个冲破令人头昏脑胀的一个系统。我们认为这将是一种去保证市场安全，并且增进诚信、增进双方信任的一种社会体制。我们认为将会将资源的分配进行的更加高效，因为我们有13亿的人民，所以资源的分配将会进行不如一平衡。当前的资源分配体制并不一定看得如此公平。例如公共交通系统是并不能够反映真正的在一开始其实是谁先预定将会获取先的座位。例如你想要预定上海到北京的高铁，那但是你其实可以继续的用高价卖给其他的公司。如果想要更好的是选择更好建立更好的信用体系。信用体系在中国来说其实非常的弱。你可以看见很多中国人来到德国大规模的购买德国奶粉进行代购。因为在中国一次拥有三聚氰胺的富豪的他们不再信任行业监管机制，也不再信任中国的食品安全。所以一个很大的讽刺是这种奶粉
其实在中国生产，但是会出口到德国，但是因为代购又会重新进口到中国。第三点就是重新教育这些人，去建立这种形象，认为人应该如何的。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一种被监控的想法，你不可以做所有你想要做的事情，其实你不能够更好的做一种事情，因为你总是觉得有人在监控你。因为大部分人我认识的人那种更受到教育的人，他们其实知道如何翻越防火墙，但是他们也知道其实你会被监控，因为他们自己监管他们将会自己的去使用这个防火墙。正如我刚说的资源的分配主要是用于广西 channel。 如果我进入一个学校，每一个进入这个学校的人将会进入我的关系网。这是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将会有一个系统，每一个人都在有一个关系网，每一个人都会影响双方。任何一个不在我关系网里面的人将不会对我进行影响。在这个关系性网里面例如如果你想要一个密码，你可以申请密码通过正常的体系，或者你也可以通过申请密码，通过了解其他人，知道其他人的话，这样的话只会通过两天的时间就可以获得。但是在德国可能会使用很多的但是在中国的话会使用更多的关系网。关系网可以说是一种很不公平的想法，例如你在哪里，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你是在哪里出生，将会一切影响到你的关系网。在很多西方社会当中，我们其实不能够想象，我其实不怎么在乎我的名字是否在报纸当中，但是在中国这其实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你的公众形象是一种是很重要的事情。当我来到去学校的时候，我看见这个宿舍他们都是四人宿舍每一样东西将会每一个舍友将会这个想法是将自己如果他们做错什么的话，他们将会被公示在如果你的名字并且你的头像将会被公示在电梯当中进行警告和批评。因为我会认为这像是一种我荣誉的一种损害。但是对于我来说在中国来说，我是很掉面子这是一种想法，其实在很多中国人的想法当中是深入人心的。正如我刚说的，这里有很多问题，其实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我们可以通过三种试点的系统来看，更深入的来看一共有什么事情。中国政府其实利用了很多政府的试验系统，每次他们要推行新的政策的时候，他们将会选择一系列的试点城市或者试点区域来进行政策的试验。这也是他们现在正在推行社会信用体系所要做的事情。我现在有三种体系，但我们要深入地进行这个。有70多种试点体系系统我知道的，但是我现在就讲解三个。比如说遂宁
城市有一个，荣城城市也有一个，最后阿里巴巴的芝麻信用是一个商业奖励系统。这些系统的问题呢，是这些系统特别特别大。这些试点系统很不同，他们通常要是做试点系统的时候呢，你选三个看哪个最好，完了选那个。但是这因为这些试点系统呢很不同，很大方面呢，这个很难可以看哪个最好。在一开始的时候，在试验的一开始，他们选择一种一系列的惩罚结果，例如，如果你申请贷款并且并没有及时的还款，你将会获取50分的减分。如果你没有还你的信用，你也会减扣50分。如果你没有上税，你也会扣50分。如果你销售虚假产品，你将会获取35分的扣分。并且其实这个系统被其实很多国家的公共新闻机构，很多新闻机构讨论到这是一个奥威尔体系的系统，这是一个非常中央集权的系统，每一样行为都将会被中央进行记录。但是这种激励公共的形象，并且公共的就是说这个绥宁系统啊，已经是这个以后的社会信用体系的一个婴儿啊。这从哪儿开始的？这个绥宁系统呢，很多人不喜欢，所以就不干了。但是这是起点。所以他们改正了这个系统，并且推行了一个新的系统——荣城系统。如果你读到报纸当中，如果你讨论到，很多人会来到荣城，因为他们会得到很多奖状，因为他们获得了更高的社会信用评分。但是很难来说它是一种体系，因为其实很多人其实是一个很多城市等级的系统，例如有很多种规则。如果你逃税的话，你将会扣50分，但是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社区，并且为老年人社区进行志愿活动，你就会获得35分的升高评分。所以，根据你所住的社区，你的评分系统又会进行有相不同的标准。例如，他们有自己的评分系统，你会有更高的分。如果你通过你的信用，你的客户会，如果你遵守交通规则的话，你又会获得更好的评价。有不同的评分等级，每一个区将会选择一部分的人来讨论，来传输这些数据进行到下一个渠道当中去评价这一个奖项。但是这不会发生在这个对于大部分来说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并且这是一个信用信息共享的系统。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样的信息会被共享。如果他们只是如果我种一些树的话，中央系统也会了解到
A 刚刚种了一棵树，还是说中央会直接得到 A 会获取五分呢？这将会非常不一样，因为在最后来说，你会获得一个评分，你会有一个一样的，但是这一种各种各样小小的系统将会进入这个最终的中央层细分。当前85%的人将会获得，如果你一开始从1000分，这是他们普通的人民，如果超过1500分的人，他们将会被评为可信的人，低于1500分的人将会被评为失信人。正如我说的话，这些荣誉或者丢面子，你可以看见的是，这是一个分数榜，你可以分数榜来调看到底哪一家可以获取最高的信用评分。芝麻信用是有一点不同，是一个使用机器学习并且深度学习的一个数据分析系统。在荣城的话，他们试用传，你将会获得小的一个信息，你会发现但是这个分数如何进行发展，将是其实并不是由深度学习并且人工智能来了解的。芝麻信用其实并不是这样来工作的。如果它是用了一个不透明的一种代码信息，正如我和一些和在芝麻信用工作的人讨论到，他们其实聚集通过分类不同的人，根据他们的行为并且对他们进行评分，随后他们会重新对他进行评分，通过使用机器学习，每当一些新的事情发生的话，你将会被转移到一个新的评级群体。在2007年的时候，银行并不被允许使用芝麻信用来决定他们是否来批准贷款，因为芝麻信用是想要使用你，想要将你一直捆绑在支付宝当中。如果你使用支付宝的话，你的信用分将会获得升高；如果你使用微信支付的话，你的信用评分将会获得下降。这是一种你的评分可以从350分到850分当中，在中国的话其实是五种不同的等级。如果你是一个失信者，或者737分的话，你将是超级高的信用评分者。有一天我想要想要了解这件事情来进行建模，但是我真正感兴趣的是这个社会将会有怎样的一种结果，这对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的建模，但是我 What does bounded rationality mean? Usually in economics, 我通常，我这个模型不是特别最准确的，因为也就是一个模型。这跟允许我们去通过了解。我做的是，我使用了了解不同，
我通过了解不同的行为，来分析这种经济行为。我认为，我先看谁将会有机会获取这个任务。但是我分配的办法是，其实是跟当前的调查有所关系的。同时我讨厌到我建立的模型的了解的结果和融成金融体系的结果有所相似。我85%的用户，在我来说，其实在对于大部分来说，我比较到了我将他们分为两个轴，他们是多层系统或者是中央系统。这个中央系统就是你有一个所有的信息将会被中央收集，每一个人在中国，在蓉城，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评分的机会。例如，如果你有一个中央实行的一个体系，但是在同时推广大众的这个大众的推广程度却是非常的弱。如果我们做随您的实验来话，谁来决定中央体系，谁当权，这当同时改善整，他们其实正在决定这种评分的机制。这将会其实有当权人士其实在使用一种机构，将使他们自己的关系，自己的关系网中，自己的子女获取更多的评分。但是在我的模型当中，我可以允许我的将会发生的是，他们在进行竞争。蓉城区他们开始在竞争获得更好最好的排名，他们将会被执行同时这将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失败的结果。他们将会反馈这些信息到更高的有关部门当中。在我们看到蓉城的是这些更多的数据是大家不知道的数据，并且他们不想要的数据更多于数据他们真正更喜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数据的分析是有偏见的，人们会更倾向于适应于自己的行为到当前的代码当中。在这个机器学习的系统当中，你知道在德国的书法的代码系统是，其实我不知道我怎么样，我可以做什么来改善我的书法评分。这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来进在芝麻系统。例如，其实我想要改善我自己的行为来适应我的芝麻信用评分，但是每当我要进行尝试的时候，我的芝麻信用评分却在下降。其实并且还有更多一个就是激励的这种非中央化的一种区域建立的系统。因为蓉城他赢取了很多奖项，所以中国政府他们通常做的就是他们进行试验，并且选取最好的试验结果，并且为他颁发奖项，并且通过利用这个蓉城系统推行全国。
现在我其实看见的一种问题是，这种你可以有这种，其实同时也会有利益的冲突的，在各种各样的监管机制当中，你有你的公司，在你的公司当中，你和你的党员其实决定你这个评分系统的，但是你的公司的职员却又决定了你公司的评分。如果你想要获得如果每一个人都要获得更高的评分的话，所以这叫有很多激励的一种非匹配，但是他们同时也是但是这个要是正确的判断是对的，这中国政府想要这个，但是错误呢对他们没事儿啊，但是错误呢对人民有事儿。现在我讲解这个模型怎么可以做得更好。比如说在荣城你可以捐钱给党或者跟党有关系的人和同时你会获得50分，如果你捐50,000人民币的话，你又会获得50分。其实你可以通过捐很多很多的钱来决定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对其他人的信用其实可以降低了更多。当前的系统是这样设置，你可以通过查询每个人的评分，如果这个人没有更高的评分如你想象的话，你可以选择不跟他进行合作。因为信用在中国的司法制度来中是非常薄弱的，其实每一个人来在乎，突然间你有这样一个平行系统来监控并且惩治你的，其实为什么不直接改善中国的司法系统而来建立一个这样的信用体制呢？我认为这是一个更加直接的办法。在我们看见的这些国家，他们选择了电子支付，并不是而非现金支付。你可以看见更少的现金支付，更少的偷窃，但是你并没有看见更少的犯罪率。你会看见更多的电话诈骗、信息诈骗、信用诈骗，其实你可以看见这是更多潜在的风险在中国的这个案例当中。这可以我们可以建立可以 发展更多的偏见并且繁殖这些偏执。例如我们看见中国是一个拥有55个少数民族的汉族是最大的民族。你可以看见他们在美国的话，他们其实对亚非拉并且对美女性
在中国，所有的这些所有的那些事情是对，例如对于维吾尔族人来说，每一种他们可以通过泛滥这个事情是，就是他们在新疆可以做的是，我可以通过试验，哦，这是一个少数民族的人，我将可以去监管他更深度更详细的去监管他。例如在新疆，如果你看起来像一个土耳其人，或者你看起来像中亚的人的话，你可以，你会有更高，你可能会有更高的可能性被当地的有关民族搜查并且盘问。这就是当时现在这个系统可以帮助的事情。我可以说，我可以通过更多的复制这种人性的并且民族性的偏见。在中国这个案例当中，他们其实这是一种中立的信用的技术，其实他们当权者他们在决定什么事情可以增加分数，什么事情可以减取分数。当前的这个系统是这样建立，所有的信息将会跟你的身份证进行绑定。其实也有很多中国人，他们是在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过程当中出生的，他们并没有出生证明，他们其实没有身份证，他们没有档案，没有户口，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一个身份的评分账号。所以如果你想要用你的手机支付，但是想要用手机的话，你却要有身份证，但是如果你没有身份证，那你就无法做任何事情。当前融成系统是这样建立的，当你可以建立，你可以看，你可以时刻的查询其他人的分数，并且获取其他人获取分数下降的信息和原因。你可以看见他们获取他们分数扣分是因为进入一个同性恋酒吧。其他一个办法，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个人信息的隐私。个人的信息在中国是严重的被忽略的。如果你在大街上问一个中国人你怎么看待个人信息，他们会说什么信息，我没有个人信息。你可以使，其实你可以通过，你可以买，通过交买100块钱，其实你可以获取一系列的酒店入住信息，谁进行，他们在哪里居住，他们在哪里乘坐高铁，其实你可以通过低价购买所有人的出行以及入住信息。其实同时你还可以获取实时的位置消息，你可以通过了解这个人当前在哪里，这个手机在哪里，通过一部分的记者想要尝试购买这种信息，但这些信息可以很容易的在微信并且在其他的系统当中被购买得到。一个另外一个东西我查询到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形式，是你有这种信用是一种诚信，信用也是一种贷款。在信用贷款系统来中，他们其实来决定你的贷款的分配。新的朋友们他会获取更多的更少的影子银行，但真正的会发生，我会讨论到我的结果。
如果你有这个分数，将会包括你的社会信用评分的话，你有的是在一开始30%的中介将会获取可以给你提供贷款，突然间你会获取这个贷款的入口。 这些其实联合了所有的还款能力，还款的想法。你有，我们可以看见的是，我们有很多的银行将会提供更少的贷款，因为很多人他们失信并不能够及时还取贷款。你可以。 如果你可以通过给予更多的贷款给很多，这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系统。如果你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危机在，那么很多银行其实将会倒闭，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对于整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现在你可以创造一种 评分系统，它将和书法评分系统有所相似，你将会失去很多的激励系统。你会有一个黑名单，将这里面将会获得一系列不能够失信者不能够还取贷款的人的名单。 如果你被列入黑名单当中，你并不，你同时会继续在这个社会信用体系当中，但是一旦你被列入黑名单，你将不可能或者将会面临更多的不利条件。每当你在申请贷款的时候，你会需要更多的努力，因为 其实你不知道你会在黑名单中当多久，你是要通过还取所有的贷款，并且来退出黑名单吗？还是你要通过还取一系列贷款，并且是在5年和10年之内保持高信用来获取来逃离黑名单？在我的看法当中，其实当前的政府并没有对此进行一系列的计划。 他们在进行各种的试验，但是并没有对试验的结果进行记录。在我能够预料的是，到2020年当时，我们会看见这有一系列的小的，并且没有预料到的结果将会在2020年当中进行暴露。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中国将会丢面子，如果他们并没有更好的来推行这个系统，因为我们已经在西方媒体当中已经更热烈的讨论。在我的建模和模拟当中，我使用了一些 初始的一些数据来使用我的建模，并且每当我要公布我的报告的时候，我将会公布它在 GitHub 当中，并且将它发行 Tweet。其实我们到底是有一个相对的还是一个绝对的排名系统？ 对于相对排名系统来说，我们是有一个评分。如果你是个中国人的话，你有一个分，还是说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评分，根据不同的体系当中，我们是有一个总体的评分，还是有一个根据不同的领域而有的评分呢？当前，如果你在一个黑名单的话，如果你有他的身份证号，你可以将他 列入黑名单，你可以通过搜索这一个人在被列入黑名单，因为这件事可以。
这个想法是这个社会适用体系并不仅仅是对个人，同时也是对社会组织。这个社会体用性社会信用系统到底有一个怎样 是一个怎样的。其实人们是否也会互相对对方进行评分呢？当前这个社会信用体系并没有到获到这个程度。如果我们讨论到信用的信息的共享的话，什么样的信息会被共享？是原始数据会被共享，还是说已经被 A 或是 A 做了什么会被共享，还是 A 获得了多少分会被共享？同时他们也会拥有这也会带来这种个人信息的隐私的问题。我们还有十分钟，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你可以问我，也可以迟一点来找我，你也可以推特我，也可以给我写邮件，非常感谢。All right. As Toni said, we have about 10 minutes left for questions. If you have a question in the room, please go up to one of our 5 microphones. If you're watching the stream, please ask your questions through IRC or Twitter. We'll also try to make sure to get to those. Let's just go ahead and start with mic one.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is beautiful talk. 谢谢。I was wondering how did the Chinese 我想问中国人中国政府中国对你有什么对你的这个科学有什么反应呢？有两种反应。第一呢是政府的反应，因为我在中国呢是用政府的钱过去的，有政府的奖学金，政府跟我说对我说啊，这就是一个一个计算机系的一个程序，小程序，这跟人民社会关系不太大，所以这个不是什么事儿。我跟人民谈话的时候呢，平民老百姓呢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系统的，所以他们也没有不能跟我没有答应。这个如果是我们的评分系统是否会影响到其他人和我们的共同一起呢？芝麻信用的办法是在荣成信用当中，你的朋友和你的社交系统并不会对你进行影响，但是这尽在计划当中。而微信当前还没有和荣成系统进行连接，一旦他们两者进行连接的话，你的好友交友系统和你的网络活动也将会进入你的网络评分当中。我有一个针对你的模型的一个问题，你讨论到我其实建立我模型的办法是我通过建立不同多层的模型。我一开始建立的是他们可以获取贷款，并且可以还取贷款，可以选择居住的地方，他们可以选择遵守交通规则或者不遵守交通规则，因为这是四种主要的行为，所以我一开始先使用了这四种代表行为。我用了一些调查，
并且发布了一些问卷。如果你发现，我问他们，如果你知道了这个系统的存在的话，你是否会改变你自己的行为？你会不会根据你的分数来改变你自己的行为习惯？你会不会看一个人是否会改变你的行为，根据你社会信用评分体系的评分？我有两个问题。中国人在这个系统是如何对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并且国外公民在中国，其实这跟身份证有关的。你没有身份证号，一切非中国人将不会被限制。如果他们有身份证的话，并且在国外生活的话，你会是在这一个社会信用体系，但是并没有很多跟他们相关的信息。你可以告诉我们，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整个时间轴，我可以在多长时间内重新的建立我所失去的信用？其实他们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时间线段，如果你逃税的话，你的信用将会在两年之内获得下降。但是他们其实并没有告诉你真正的告诉你有多长，所以其实可能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我看了国务院发表的政治纲要，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提出到底使用多长到底会用多久的时间来将他们列入黑名单，并且他们会在黑名单中或待多久。其实大部分你需要申请来离开黑名单，其实你并不会自动的被排除于黑名单，你需要申请并且做一系列的事情去排除黑名单的事情。如果我看其他人的分数的话，会不会也会影响我个人的信用评分？当前并不会影响，或者并没有一系列的文件显示会影响。但其实他们想要你去看其他人的社会评分，你想跟谁交朋友，你想跟谁进行经济合作之前，你应该先去看其他人的信用评分。The question is, how is this actually implemented for the offline rural population? 这个社会信用体系是如何在农村非网络覆盖的一系列的农民当中呢？在2020年之前，他们将会要实施网络全面覆盖。在当前中国，网络覆盖率越来越高。尽管你在农村的话，60%-70%的人，他们都在，都使用网络，他们的网络，都是和身份证绑定的。对于一切非网络绑定的人，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让所有人都被网络覆盖，没有任何一个人脱离网络。我首先需要纠正你的一个想法，在德国我们同样也有相似的一个系统，叫做social ID。这个系统将在德国推行了30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伴随一生的 ID 信号，这也是一个类似的系统。
第二点是，我的一个办我的问题是，你讨论到关系网，关系是不是一种社会社交网络？关系其实是一种更基于你的地位和你的身份的一种广网络。你有一些高于你身份的人，也有一些低于你身份的人。身处高位的人可以给你更可以身处高位的人给予的更少于身处低位的人，而身处低位的人需要获取更多的努力来。